局东莞，着眼未来。公司于1998年在浙江宁波成立，2008年广东东莞工厂成立，建筑面积近12000平方米。2015年在东莞市中心成立了1100平米的销售中心。2016年在中山市成立下属工厂中山索威尔五金科技有限公司，是一家集生产、研发、销售为一体的专业轴承制造商。公司拥有最新型的生产设备、检测设备，严格的研发管理、生产管理、仓储管理、品质管理，保证了优良可靠的产品品质。产品具有低噪音、低震动、低摩擦力、高精度、高运转性、长寿命等特性。我司主要生产各类耐高温、耐酸碱、耐化学腐蚀性能的特种轴承及定制飞镖轴承。现生产轴承材质主要有 SUS420、440、304、316、630、氧化锆、氮化硅、碳化硅及各类塑胶材质。产品类型主要有深沟球轴承、外球面轴承、带座轴承、法兰轴承、关节轴承、平面推力球轴承、条心球轴承等，且在轴承的基础上成功研发了 PU 聚氨酯滑轮、 POM 滑轮、尼龙滑轮等。我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化工机械、食品加工机械、医疗器械、环保清洗机械、智能自动化设备、精密仪器、农业机械、门窗、卫浴和家具配件等领域，不仅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，同时远销世界各地，且享有盛誉。以人为本，培育精英，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。我司积极践行任人唯贤的人才战略，不断完善人才培育体系，推动质量革新和技术能力改造，从而促进公司更好更快的发展。我司将秉承诚信为本、以质求胜的经营理念和发扬严谨务实、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，以卓越的品质和优质的服务回馈广大客户。